我喜欢铜的这个特质，常常觉得譬如说我做完一个东西，我的部分已经完成了，就接下来部分是时间去完成它，让它继续氧化继续变化。大部分啊就是一直在绘画这个领域，但是我也很喜欢现代艺术啊，或者说复合媒材啊，之前也还学了很多其他，包括陶瓷啊、木雕啊，以前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一艘船，然后才发现，哎，原来可以自己做，就是对材质太好奇了。我大概就是很喜欢去了解不同材质的特性，我想要去 push 那个边界是在哪里，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做不同的造型啊，断敲折叠啊，看它敲到最后有些还裂掉啊，那裂掉是搞不好裂得很漂亮啊。我觉得材质它本身会说话，它会给你启发，你就会不断的一直产生新的可能性，新的可能性，新的可能性。我的人生转捩点就是在出国这段时间，那时候我就开始尝试做这些。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，你会抓出其中某些元素。珐琅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金属跟玻璃的结合，这两个我都很喜欢，那我找到一个结合他们的东西。珐琅真是我应该是一直持续做下去的。回来之后几乎都要靠自修，在台湾那时候也没有管道可以学，只有非常非常传统的以前做景泰蓝的那个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学习，所以我大概把所有的出版的书啊都买来看，书上讲的我全部自己都实验一遍。创作本来就很寂寞，但是这个寂寞是很享受的，因为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进步。破的，我觉得一直都是对颜色在进行实验，因为铜它会氧化，放在空气里面它会不断在变化。这个氧化物呢，我就会把它应用在我的色彩里面。很多人问我说灵感怎么来的，我其实没有特别去追寻，我常做无用之事啊。其实我觉得我只要静下来，我脑子里面就会影响。所以我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想多体验一些生活体验，譬如说有一天。去某个地方旅行，看到那个水的颜色啊，你就会联想到，哎，我之前做过什么很适合来表现它。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，所以因为你不保证它成功，而你又继续做它，那你又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想要自己发挥到我能发挥到什么程度，发挥到极致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并不害怕。这些起起伏伏，珐琅这个技术，它其实是几千年的历史，所以我其实是向别人学习来的，包括像古人不认识的人。我觉得创作的人是这样，当你发现或者你创作一个从来没有人发现的东西，你其实会觉得很开心的。所以如果我想要做什么，其实就是说我做出来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启发，等于是点一盏灯这样子，就好像别人点灯让我看到，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期许就是希望成一盏光明灯。